我只处过一个女朋友。因为我是处女座，我有精神洁癖，我不喜欢的人，我肯定不会搭理他。来十四号，淑玉。你好，帅哥，我现在地震了，我看见你以后心头一震。因为啥意思呢？这刚才地震了，你在我心里震了。因为你太好看了，土味情话呀，是土味情话吗？是土味情话，能接受吗？我不太喜欢土味情话。哎，直接就垮，完他这出立马就上来了。周深，你为啥不喜欢？我特别想知道。骂人听着有点。哎，你们知道土味情话吗？不懂，拽两句。啥？这我咋弄？我更担心，那是更不是。假如比较深情的女生，帮我洗个东西呗。洗啥呀？喜欢你。哎呦我、啊！你往那边窜，等去。我是这么冷静，我说。之前说过最浪漫的情话是啥呢？最浪漫情话，给他没说过啥情话，给他买点东西。嘴上没说过情话。对，给他买点东西。没叫过什么亲爱的、宝贝儿什么的，叫过。就叫宝贝儿。就叫宝贝儿啊，这就算 最多了，叫宝贝儿了。最多的，这是最大的情话了啊！对，你看这，你说这个不行，土味情话太麻人了，受不了啊！一号李佳欣啊，我也不太喜欢土味情话。然后就是刚才看那个短片，然后你说那个喝水什么那个，然后我那个就是上一个对象也是那个，就是他生病了，然后去医院，然后那个我没有陪他去，然后。说我太冷淡了还是什么的，就说我不会关心人。他生什么病了？就是感冒什么的。他说他感冒了，你怎么跟他说的？就吃药啊，打针。你告诉他你要吃药打针啊？对。然后他就自己去了，你也没有陪着去是吗？没有。马月也有相同的这个情况，就是因为告诉前女友得病了喝点水，就这个原因就分手了吗？对，你如果你感冒了，你女朋友告诉你要吃药打针，你去吧，然后你自己去了，你会埋怨吗？我不太会埋怨，因为我生病了，我也不想折腾她，我自己去吧。我觉得我俩挺像的啊，就你说就算你生病，然后我跟你去医院，我也帮不了你啥呀，然后我还得就是给你挂号，然后还得上下楼啥的，我觉得挺累的，你还不如自己去呢。自己能解决的自己解决、啊、对是吗？啊、我发现嘉欣是直来直去，真是事情简单处理啊，太对了，你俩在这一点还真挺搭的啊，这不只是缘分的问题，简直是老天安排你们在这儿相遇啊。六号胖莲，你好小伙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在短片里说你喜欢微胖的，但是一号很显然他和微胖不是一点点的差别呀，嗯，可能是一见钟情吧，主要是看脸。胖莲，你算是微胖型吗？对，胖莲多高？我怎么觉得你在那儿出奇的出了一个山尖呢？我多高？身高1.82米，体重200斤。哎呀，旁边那小季童搁那不是这大点儿？哎，七号季童，小伙儿，你看我像不像？你喜欢微胖？你看。哎，就你可以这么多对比了，就是他俩。你多少斤？我89斤。身高？1.56米，一般呢？一般一般啥意思？你得说清楚了。就是还是达不到那个标准。我看一号是感觉，但是看你没啥感觉。这嗑唠的硬啊，唠的硬。燕子，我发现宋仲基一个问题啊。啥？你是跟哪个姑娘聊天，哪个姑娘就会灭灯啊？他不是绿茶粉碎机，他是不感兴趣的姑娘一烙一个粉碎机啊，一烙一个灭灯啊，对对对，一烙一个灯灭啊。
现在是场上十六个姑娘的灯都灭了啊！来，小伙儿有什么话想说的？嗯，有点遗憾呢，但是我还想就是努力一下，努力一下。还有，你这个挺让我惊讶呀哈！我问问嘉欣，我说你是为啥灭的灯啊？刚才我看交流还行，你也挺直，他也挺直，俩人都挺直的，不绕弯儿，挺省劲呢，反正就是啊。我比较被动，然后我喜欢主动。我主动点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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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来，掌声有请一号李嘉欣，有请。下来，我起来了，还能走到人家门呢。既然你不直接，那我给你直接一点吧。一句话吧，啊，随缘吧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这不是唠的。我的天哪，一句话吧，随缘吧，我觉得他都要转身走了呢。这样吧，嘉欣，我觉得啊，既然宋仲基都已经把你请下来了，给你一个特权好不好？你能感觉到吗？你对面的马跃这小伙子，他心里边即使再喜欢，但是他的嘴的表达绝对不会像其他小伙那样口若悬河的跟你说。对对对。所以给你一个特权，你最想听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告诉他，要求他说出来，好不好？而且要他大声的说出来。你可以偷偷告诉你燕子姐也行。悄悄告诉我，我告诉我让他说。对。来。啊，好，好。肉麻吗？这句话，燕子？不咋肉麻。我觉得他俩好像就是干脆利落的，我越来越感觉他俩是一种性格的人、哦、啊。四个字儿，加油！四个字儿，我喜欢你。大点声一说，李嘉欣，我喜欢你。啊！李嘉欣，我喜欢你。先生。幸福、哦。